这一带的魔气暂时清除了，回城，路上保持警戒。是。 记住了。
我们要把它吸收光明眼内其他的魔物，都退下。
魔族一队，灵无见过王上。下回去找些青龙玉和青丘木吧。报，金狐坡魔族残党已由微臣五队剿灭。都请看，青丘龙玉橙色镜。 我和阿归约在虚魔野切磋，这下怕是要帮不上忙了。杨君姐每天都在武场练枪，听说荣赫哥在地火谷救了他，但自己却……皇上，欢迎您回城。